能上班运动，炸两三包做点心，马筋素食，咸鸭能加新方快速，一包85，电杠专线，0800-068-777，0800-068-777。大街上随时能看到许多美食外送员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有一群人固定把1919食物包送到偏远的乡村部落，让弱势家庭能三餐温饱。我是吴康仁，请跟我一起到 7-11 iBond 认捐一套300元的1919救助套餐，让1919食物银行把套餐送到弱势家庭，时时来相助，餐餐有饭吃，救助弱势家庭，就捐一套。脸盆、鞋子、脸唇、筋络得福、筋膜得过。吴庆家属堂的天台是国际广播天台 FM 101.1。微微啊笑是上水的表情，微微啊笑是上水的声音，微微啊笑广播网。欢迎收听李瑞英为你制作主持的《台湾上水声音》。一般的人足惊有扰民，但是反正回来。